多深了，阿万的事情到现在也记得。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坐外面看，那我就进去 interview， 我哪里知道什么叫 schizophrenia， 我哪里知道说什么跟人家 interview 啊？反正病人哼我也哈，啊，病人支支吾吾呢，我也支支吾吾，反正他大概也受不了了，就把我叫出来啊。那是我对这个精神科啊，这个一生最难忘的一个，被这个老师啊修理的一个这个经历了哈。但我们做住院医师被修理是常见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比方说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进去以后不知道讲什么，他看病人坐我对面，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我哪里知道是要跟他那 interview 什么东西呢啊？那陆教授因为告我们太多届了，所以一下就做主任就离开了。那我做主任，在三中做主任的时候，他已经好像到成大来了。到成大来以后，我也没想到说会再跟这个陆教授呢会再共事啊。那到成大来以后，其实他给我压力蛮大的。因为他无时无刻呢就走到我办公室，然后跟我说这间实验室给他好不好，啊，那间实验室给他好不好，啊，这个人这个缺给我一个缺好不好？那，我多还好，我都还应付的过了哈。那其实他给我最大压力的时候，他今天又写了多少篇 paper？ 刚就像刚那个陈主任讲的哈，他又 publish 多少篇 paper？拿了什么样的 grant 啊？哎，我想说，其实蛮庆幸的，就是说，医学院有如果每一个都 publish 那么多 paper 的话，那我也不用 worry 了，对不对？我们这个院长堂那边也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啊，不用担心说这个 publication 的问题了。那其实是我对陆教授很佩服，就是说他真的很执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折扇的哈，他对很多事情真的非常执着。哦，对他自己的信仰，对他的研究，对他的工作，对做人处事的态度，哦，都是非常执着，而且都是非常的，他认为对的方面，他一定会做到底。哦，这是真的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值得学习，哦，跟钦佩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让他毛起来的时候啊，那你就不得了了。啊，千万不要让我们陆教授一毛起来的时候，那他就跟你没完没了了。我看很多同仁啊点头哈，大概你们都经历过这一点。啊，我想这一点呢，是我们这个在医学里面，照顾病人啊，研究方面呢，一定应该有的一个值得我们非常学习的对象了。那我想今天，谢谢。啊，陈主任呢，精神部给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会了哈。那我想，以他的个性，陆教授的个性跟他的体力精神，他绝对不会坐在那里准备退休的了。我想一定会有未来更大的 mission。啊，我想应该有更大的 mission。师母，对不起啊，我想他有陆教授有更大的 mission 啊，希望啊要去完成。那我们也祝福呢，杜教授呢，未来日子更顺利，哦，更蒙福，更这个在这个各方面的哈，哦，都有完成你在这个地上的所有的mission的一个任务，啊，祝福大家，也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张院长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姚主任也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来跟大家祝福一下。看到这个欢送会，一方面当然很感动，一方面很吃醋。我也是2月1号离开，我没有欢送会。你看就可以知道陆教授有多么有人缘。还是你们是被逼来的。跟陆教授有很多重的关系了哈。其实我在学生的时候，我是立志要做精神科的哈。啊，因为
我每一科我都在睡觉，只有精神科我没睡觉。精神科那时候的给我们上课叫杨云光，不是杨延光哈，杨主任不在嘛哈，杨院长不在嘛，有吗？哎呦，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有了哈，哎呀，他上课就跟杨延光一样哈，讲得让你很吸引人，很会入迷，所以说哎，我最后那堂课会做笔记，啊，我以后要做精神科。可是后来不晓得，因为国防医学院你要去哪一科不是自己可以选的哈，那时候是分发的哈。哎，还好现在我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做精神科哈，所以后继有人。那第一次看到陆教授，当然就在国防医学院哈，我跟院长都是陆教授的学弟哈，我们是旗班越低啊，职位越高哈。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关系是我们就在学校的基督徒的团契啊，基督徒团契。那我进去的时候陆教授已经穿着白袍了，那我们觉得白袍很伟大啊，所以我就去，我那时候有胃痛，我就找陆教授说，哎，我意思说能不能给我两颗胃药了啊，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能不能开，看到白袍就很伟大了啊。结果他就翻他的圣经给我看，那圣经画的密密麻麻的，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多看圣经，胃就不会痛了。陆教授的丰功伟业大概不用我在这边多说了哈。但我讲一件，你们有看过陆教授哭过吗？应该没有了哈。哎，因为陆教授在那个他的册子上有写，所以我就可以讲哈，就是陆教授开了很多次刀。有一次他就拿着那个肝脏的片子给我看，哎呦，那是 CT 哈 ，CT 看有一个 tumor， 这个 tumor 的 blood flow 很强，而且是 arterial flow， 我那一看就不太好，那我就说做个超音波，哎，我自己看，那个 arterial flow 有个特性，它是一条大血管进去，然后从车轮状分布，说哎，安，这个呢？这个局部结节性增生啊，那不是 hepatoma， 不是肝癌，但是再看，哎呦，肚子在那个腰大肌后面有一个，哇，那这下会不会惨啊？会不会是一个 sarcoma 转移到肝脏去啊？我再注意看，哎，不是，那是接着那个神经的啊，所以那个是神经瘤，所以两个都是良性的啊。其实。这件事情可以看见，其实陆教授身上有神蛮大的恩典哈。其实他那时候听完他就痛哭了一场哈，可能那时候累积了不少的压力，啊，他又到现在又是生龙活虎。其实，他开了很多次的刀哈，但是，上帝都是一步一步引领他过来哈。我就像圣经讲的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哈。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我也相信陆教授前面的道路神会一直引领他哈。他就像刚院长讲，他是停不下来的哈，所以他的才能他的精力，相信以后还有很多的地方要他去，特别他心中有服侍哈。我再讲一件好了，这也是私底下的哈，就是我们都同一个学校，军校都会发每一年都会发这个皮鞋，黑色很硬的那种皮鞋，每一年都发，那根本穿不坏的，但他每一年都发。那，他们班上呢，就是那每年发多的怎么办呢？就反正穿不完就拿去卖了。我不知道是委托谁卖的，但是被那个政战部知道了，就说这是盗卖军品，要判刑。要判军法，那他们辅导长就拿个册子给他们写说，我没有卖，大家都签我没有卖，一直签到陆教授签说我卖了，那我卖就惨了，不止他有事啊，他卖了表示全班都会有卖啊，那意思一起卖的啊，那可能会影响到全班。后来
是神的恩典，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案子就被压下来，而且他就被选为当医疗长，因为长官认为他非常的诚实，他就是这样子很诚实很认真的人，所以上帝还会继续重用他，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跟除了跟陆大嫂这个有美满的生活以外，也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神圣的使命。那很高兴这么多人来，我不晓得有没有合一的人来，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帮我办一个。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姚主任的分享还有祝福。那因为每个人要讲的话都很多，虽然我们说有编了一本小册子，不过因为时间比较没那么多时间，可能有人要想很久才知道写什么，但有人可以直接对着镜头就讲出来，所以我们最活泼的住院医师有拍了一部影片要来分享一些给那个陆教授的一些心中的话他们的一些感动。这样我们是不是请博伟帮忙先放不会上，我以为他要上去先唱一首才开始放影片。我晚上吃饭之前，博伟会先唱一首哈。晚上忘年会的时候，老大，今天翘课出来有没有什么新玩意？电影院啊。电影院。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才在这边捣蛋呢，我们今天还在看电影吗？看什么电影？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乌鸦吗？乌你个大头鬼啊！这是沾了墨水的鸽子。哦，走走走走。两个知道鸽子最喜欢什么东西吗？鸽子喜欢啥我是不太晓得，不过那个人的马子看起来不错哦。鸽子喜欢的是光，你看我怎么做好了。这样干了这档事还蛮爽的，不过内心总是欠了一块。哎，怎么有这么多人走到这里面来？莫非里面有吃的？我去看看。来吧，来吧。孩子，比起你身体的饥饿，我觉得你心反而更干枯。来信奉耶稣吧。原来多年来我心里缺的就是这一块，我一定要洗心革面。信奉耶稣一定会让你的生命有所不同。哎，英文真是难啊，念了两个小时还在同一页。糟了，关灯的时间到了。好险有这盏路灯啊，真是指引我晚上的一盏明灯。那我可以继续来念书，看看今晚可不可以把这欧瑞信给念完。
都收这么难的 case， 我还没有遇过这么难搞的摆脱了哎，这到底要怎么办啊？主线用要不要换口罩镜啊？到底要怎么办？啊，听说陆教授是我们摆脱了的专家，我来查查看有没有什么 paper 可以参考。Enter。 啊，这有214篇哎，也太多了吧！我来把它全部都印下来，列印全部。确定？你确定吗？这电脑怎么那么啰嗦啊？确定？真的确定吗？对。大量文献警告，这到底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病毒啊？现在查房，现在几点？你跟我说，11:30，晚上11:30，陆教授在查房。我现在过去。证人能力鉴定证据之目的及分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乃在确定国家对于特定种的具体刑法权的。怎么了？你有没有听到你在唱歌啊？唱没有。Matilda。我好像有听到，他们都说我有幻听。你有幻听，那我们。就他是不懂。真的哦，这个叫做心电感应。你还好吗？嗯，我们先吃个药好不好？能力鉴定，好。好，我先吃个药。为什么我要吃药？为什么你要吃药？你说，你要，我跟你讲，你如果要我吃药的话，你必须要先符合3款的4条，来自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院的。第二条我们看到，不自主的 involuntary 继续用药或者无法长期维持停止用药来制作光你定。2002年发表在 NEJM 那篇文章，你有引用它吗？我们先吃药。为什么？先吃药，因为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刚刚说过了，我是护理师，不要碰我。怎么啦？我们先吃药。啊？我们先吃药。怎么吃药啊？哎，那个男在哪一床啊？教授，我情绪不稳定啊。状况怎么样啊？教授他那个病人超级怒的，他今天一直打电话，就是花了上千块。而且他一直吵着说要出院，还说要告我。走，去看他，去看他。要吃药啊？要不要吃？教授。哎、欸。谁在乱搞啊？就我今天这些能力，下要什么药啊？你先吃吧，你啊。哎、欸，你要乖乖听话、啊，知道吗？教授来了。什么声音啊？是我啊，你不认得啦、啊。谁啊？什么价值目标与偏好哦？哎、欸。你要乖乖听话，知不知道？你还有在想选总统吗？我投教授一票，可以吗？教授，是不是还有几百个女生要找你吃饭？没有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都给教授。你要不要吃药啊？好吃都吃，都吃。他现在口罩病吃了多少？加25上去，吃超过了，已经吃1000了。今天要乖乖听话啊！好，教授吃会，好吃好吃。亲爱的陆教授，新年好！感
感谢您的训练、指导与栽培，感谢，感谢，再感谢。陆教授，你好，退休了哦。对啊，你跟这么久，一定对他最了解。是啊，我跟了陆教授已经跟了十多年了嘞。教授真的是博学多闻啊，啊，好厉害哦！不管是内科、外科、妇产科，所有的疑难杂症他都可以看，简直就是看诊像在看综合科。哦，超厉害的，我真的非常的佩服。那在教授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管是在医疗方面，还是说在这个保养方面，记得教授最喜欢什么？头发很黑。对，他头发很黑。他用什么吗？是 SK two 吗？不对，不对哦。你、嗯、要问你才知道。嗯，他用的是最廉价的、最天然的南桥肥皂，是的。三十块，天哪人上好，洗头发，对，洗头发，还有皮肤白皙，哎，越简单的越好，这是我们从教授身上学到的。所以教授，你虽然退休了，你那一块肥皂我会帮你好好的保存，直到你下次回诊的时候，仍然可以用得上它。说到跟教授学的东西，我觉得真很多。因为大家说最需要经过教授训练的人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教授有的这种明快啊，非常积极啊，非常有胆识的特质我最没有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教授的诊呢都应该由我去带是最好的了。那这几年来我觉得陆教授给我感觉就像这个仰之弥高，望之弥坚，呼烟在前，有时候又在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接下来的日子，要祝福陆教授，好好的可以享受人生喽，不用担心我们这些小伙子。祝教授退休生活愉快，身体要健康，这更是实际。欢迎常常回来。对，谢谢我们住院医师还有各位同仁的准备哦，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让教授跟大家，后面还有一片哦，好，后面还有第二段第二集，对不起，哦，我没有注意到。那宇轩你先放好了，后面有一些是之前在这边受训或是在这边念书的学生，完成训练之后离开哦，那到各个地方去，他们所一起拍摄的影片。有几分钟的时间哦，不会要先唱几句啊。
随时30分钟后查房，红色警戒，红色警戒。你好厉害哦，帮你搞定。喂，值班想随后查房，你得到值班室提吗？好，我知道了。听说陆主任要退休了，感谢主任在刚来成大那几年对我的指导，祝陆主任退休之后研究事业更加顺利，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谢谢那个云轩帮忙准备这样的影片。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教授跟大家来分享也勉励几句？我们是掌声来欢迎陆教授。非常感谢啊，感谢同仁啊，那个姚主任啊，刚才院长走了，他有事情啊。那这个图非常有意思啊，那这边一看，大家一看呢、啊，就会看到这边是成大啊，这是我们过去的院长啊，这是杨主任啊，那那边呢是。三总的阳台上面，病房的阳台上面啊，就是我们办公室阳台上面啊，在中秋节烤肉的地方啊。那下面那个、啊，下面看起来，回不去啊。下面那个、啊。就是刚才院长姚主任讲过他们去过的地方啊，那个你一看啊，不是像太平间吗？就是像鬼屋吗？就是像不知道像个什么地方啊，那就是过去三军总院的精神科啊。那那个我们在那边大概我从住院医师到教授，同都是在这边，我们都在这里长大的，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几乎那时候没有什么资源了、啊。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升的教授啊。那那时候是从非常困苦里面啊。我昨天讲过，我到成大来啊，是一个好像做梦一样啊，真是。真是上帝逼迫我过来啊！那宋院长打电话来就说，我经过祷告以后要叫你来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回去祷告看看了。然后我就去打报告给我们三总的院长，他比我国防院院长，他比我高一班呢、啊。他九次退我的公文啊，他九次说不准啊。然后我们的院长也非常幽默哈、啊，他就打电话问那时候宋院长啊，他说你怎么可以到我们国防院来挖人啊？他说
说你可以给他那么高的薪水吗？你晓不晓得他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啊？那宋院长答得也很妙啊，他说上帝叫他来了。现在过那么久，我在三总的薪水大概每年的800多万。我有个非常好、非常伟大的太太，没有任何抗议。仅仅到第二年要交税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会记得。她说，在成大，在三军总院交的税啊，就是成大的薪水。大家听好啊。差不多吧。所以大家如果要抱怨说我们资源不够，我们就在那个资源很不够的地方这样子长大的，就是在这边这个就是升的教授啊。那我来的时候好像一场梦一样的，就是有个使命叫我过来哈，那我就过来了，我就顺着这使命就过来了。听我话，我就用按的，上标下标的，那我从小是穷的不得了，从小我睡过稻草，啊，到冬天要去，秋天要去捡稻草，啊，要把它打得非常平，塞在布袋里。不然那个布袋是扎得不得了。那早上跟我妈妈到果菜市场去捡别人剥下的菜啊，所以那时候就家里非常穷啊。那早上要跟我母亲去，她骑单车，我们一起去捡那个别人剥下来的菜啊。那好的我们吃，坏的就家里养了100多只鸡啊。那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上学了，没有上过幼稚园呢，小学一年级啊就被学校，我搞不清楚那种什么叫开除还是什么叫退学了，那原因是超过半个学期啊，就是逃学超过半个学期啊，那在座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记录的啊，逃学超过半个学期啊，小学的时候啊，当从三年级开始分班，我那时候就在放牛班了。那时候屏东下雷阵雨是非常有名的，到下午就下个雷阵雨，雷阵雨一下完了，我们班上的学生就不见了，然后就全部到田里去钓青蛙去了。早上嘛不去上学啊，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屏东有个东山寺啊，这尼姑庙啊，从屏东长大会晓得，我们早上哪上学去啊，就到东山去钓别人放生的乌龟啊。乌龟拿着那个锤子敲一敲啊，就把它煮了吃掉了。小学的时候啊，就曾经上过主日学了，因为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啊。那我们就是等她发了卡片，她叫卡片一发了，我们就一哄而散啊。那时候我还看过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那我常想是他们不是我，都是给他们的不是我。那或者就是去领面粉、领奶油啊，还有到冬天呢，他会发现实在是老外穿的衣服很大嘛，那种衣服啊，那最好是他看不到我，我可以排两次啊。那中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说有联招的，都一个学校一个去考的，我从来没有学校考上过，在我脑袋瓜记忆所及，大概只有医师执照是我自己考上的，其他都没有去考上过哈。那就考上第一届的屏东中正中学，第一届的不是中等的，就是这个是把我打字都没醒掉了哈，中正中学夜间部被取，啊，那为什么叫夜间部呢？因为它根本没有校舍，就是借民政中学
上夜间部啊，背曲哈、啊，就去上。所以我以下念的都是背曲哈、啊，啊，然后就去念了哈、啊，然后边晚上就把那个楼上都关起来了，我们就在楼梯二楼跟一楼之间呢、啊，二楼他们就攀岩呐、啊，在攀岩的，然后国一的时候、啊、手就摔断了，因为教官要抓我嘛，我抓不到，我就在岩手摔断了。那我还可以手摔断了，这样抱着手啊，抱着手摔断了，还可以上课，还可以上两节课啊。功夫加大，以后我做，以后我做了好几年骨科啊，我小时候手摔断的非常痛啊，啊那啊我还可以这样抱着，然后脸苍白，然后到上了两节课以后，我还这样走路走回家嘛，啊、可以啊，那啊就是，然后初二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用了什么关系就转入那个戒毒的那个民政中学了。又干了很多很多坏事啊，偷东西啦，破坏东西啦，多科不及格啦，不能毕业啦。我们那时候那饭呢都不是用带去的啦，都是别人送饭的，送到学校门口有个架子放在那边呢哈。那早上我们三四节课就不上了，就到学校门口有篮球架去，然后就去打篮球啊。打什么篮球？那时候我矮得不得了了，我是班上非常矮的。我在国中毕业大概不到148，怎么、这么高个高度啊？大概148。然后别人就是送便当盒来啊，我们就去把越大包的就把偷来了，偷来了便当盒啊，就把那个上面的水果吃掉了啊。便当盒打开啊，那个把那肉吃一吃啊。那盒子啊，那饭倒掉，那盒子啊，卖那排糖排地糖没有，就卖掉了。所以我们干了很多很多这种坏事哈、啊。然后那时候门呢、啊，那个门的栓子啊，每家的门的栓子、啊，那时候没有金银铜铁锡啊，那种很多什么合金没有，它那个门的栓子上都是铜的啦，都是青铜啊，我们就拿。那是嘎，那个门呢放在地下，然后门砖拿下来，然后都卖掉了。就是我们干了很多坏事啊，很多科不及格、啊，那个教官说啊，行尸走肉，你没有救了，卢炳，行尸走肉，你没有救了。我的那导师啊，就跟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他说让你毕业啊，你没有资格了；不让你毕业啊，是学校很大的损失啊。所以就让你毕业了啊，这是我的记录哈。那高中啊，所有一个学校去考，没有一个学校要我。那时候有个叫东方中学，专门收体育人员的。那时候我小时候7岁，我就去参加游泳比赛，就南部青少年游泳比赛。我本来以为还可以到那边去啊，因为有些不良记录啊，所以那边也不收我哈。那通通有。他叫做东大中学，又改成东方中学的，都没有地方要我。那我父亲就想，都没有地方要我嘛，就东港叫送我到空军幼校去啊。那我父亲的同学都在做空军的大队长了啊，那我就找他们去做保嘛，他不是要找两个保人吗？那空军大队长就说，我说什么叫保人呢？就人字旁，一个包就是人呆嘛，就呆子呢。我说呆子就是保人呢。然后他们开着那种小吉普车啊，要送我去了。我妈妈跟他们都是一起逃难出来的，都是。抓着他那个车门前啊，说你不准把我儿子带走了，说你不准把我儿子带走了哈，啊，就这样把我留下了。屏东有个美和中学啊，相信在做护理的还有很多美和中学毕业的，美国美和中学护理，美和中学啊，他高中要收3班学生啊，
有一班呢、啊、是直升班，是他们最好的学生直升班。就要开学的时候、啊，发现那个直升班呢、啊，只有两个人报到，其他都最好学生、啊，通通考上高雄女中啊、高雄中学啊，全部出去了。就两个学生没有办法开学啦，就临时招了一班学生的、啊，已经开学了怎么办呢？就是交钱，就是交钱注册上课一气呵成。那我就是那个被取的，就是那个我就我去了啊、嗯。当然就导弹嘛，那个离开屏东要十公里嘛哈，早上就去了哈。要坐那个，要坐的公车，要么骑脚踏车，要么坐公车。那公车、啊、要去打一个洞，打一个洞，他只准你坐两次嘛，哈。那我就拿了墨汁把它涂红、涂黑了嘛。那个车长小姐不知道要打哪里，所以打很多弹呢、啊。你车子不停，我真的把它很压、啊。打很多弹呢、啊，哈。一直到高一暑假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啊。那退休会说是在台南橄榄山呢、啊。我到台南那么久，我找不到什么叫橄榄山呢、啊？可能在永康那里啊。我在台南没有看到山呢、啊，山都在很远呢、啊。说那边有个下面有个天人儿童乐园，我来台南也没有再看到天人儿童乐园，我就去参加夏令营。那去了一个礼拜啊，天天打篮球、捣蛋，别人祷告会我就东摸一下这捣蛋。第三天的晚上，我记得第三天的晚上，我忘了讲员讲什么啊。我那个晚上非常感动啊，我就讲完道友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祷告会，我就在那篮球场上嚎啕大哭，认罪悔改啊，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啊。那上帝把我抽出来一根已经被烧烂的柴啊，已经被烧了一半的柴把我抽出来啊。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念书了，我就每天，我从那时候前面我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我要到屏东夜市去逛一下那蛇店啊，那个杀蛇店啊，等到他把门拉上我才舍得回家睡觉的，其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我不知道。从那时候晓得我每天只要睡三四小时啊，到现在我大概两点钟睡觉了。在大概在五年以前呢，我大概是在十年以前我大概是四点的、啊、我有没有搞错我忘了，大概到五十五岁左右大概是四点的、啊、十年以前的、啊、十几年以前大概是四点的、啊、现在是两点的、啊，我就晓得我只要睡三四小时就够了，还有我随时可以睡觉，我随时可以睡觉的功力可以睡到什么程度呢？我看门诊看多了很累了，我跟护士小姐停诊十五分钟，啪睡下去就睡下去了，然后起来继续看。从那时候就开始趴桌上念书，回家念书，回家我就关在我姐姐过去念书的小房间里，进去啊，我妈把饭拿进去，旁边有一个可以大小便的马桶啊，然后那个念书大小便通通在那个房间里面就不出来了，累了就趴桌上睡一下，睡一下手睡麻了继续前练啊，那有蚊子嘛，那个纱窗都很烂的嘛，蚊子打一下什么都血嘛，血拿起来往墙上撇，就是有我们有一面墙啊，上面通通是雪的、啊、一面雪墙啊。我高二到高三啊，我就念完二十四本数学参考书啊，啊，我高二的时候我非常感触，我拿起初一的数学在做啊，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啊，啊，然后我把高二高三的书把它念完了，不懂的就全部背啊，四书默写过啊，历史地理全部背起来啊，那三民主义从头到尾背啊。我得了两届数理化最高的数理化，还有数学那爱迪生奖，由一直到美和中学第一届第一名毕业啊。
在美和中学到外面来是很烂的学生，你晓得吧？我非常感谢美和中学，什么样的学生觉得到什么地方去念，你晓得吧？啊，因为我如果念的不是美和中学的，我把命拼掉都念不到第一名去，你有懂我意思吧？啊，我如果当时我就在屏东中学的话，我天天一秒钟都不睡，我都念不到第一名去。我第一名考80几分，第二名考40几分，第三名考20几分，然后我就爬起来了，爬起来就下不去了。全班都在作弊，我一个人不作弊，我就跑了80几分。所以说，你什么样的人念什么学校，我当时跑到，我今天还是这样讲啊，抱歉了，我们院长、医学系主任都是国防医院的，我们进国防医院都是最烂的学生。出国防医院，我们都不输给别人。啊，我们如果当年考到台大，绝对不会去念国防医院，同意吧？那国防医院的学生走进去啊，好像都有个很清楚的目标，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啊？那我就我们进去。学生虽然我们不是最好的学生，但是我是不是最好的学生里面的最坏的，听懂吗？我不是最好的学生里面是最坏的啊。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国防学院的学生进，再也没有看到美和中学学生进国防学院，又只有碰到一个药学系的学生进国防学院，再也没有，从一直到现在40-50年，再也没有国防学院的再也没有美和中学学生进国防学院。那大学联招呢，奔到那个高雄女中去考试，屏东没有考区啊。结果前一天呢，我爸爸带我到高雄大水沟去大吃一顿，那第二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啊。结果我很强的物理考5分，考5分。但是格子填错了，啊，那数学也就考10几分，也不知道考了什么。我离我最低一个志愿，我考325分，差1.5分，再多了1.5分呢，就是逢甲纺织工程，我大概就去卖布去了。三民主义呢，5个大题，我就写小题的第6题，少写5题。上帝都帮我安排好了，上帝都帮我安排好。考军事学校，我妈说，你绝对不可以给我去念军事学校。我姐姐当时屏东女中第一名毕业，家里太穷了，念不起大学，啊，所以她就念国防学院。我哥哥妈是考取中原大学的水利工程学系，我还笑他水利工程。我还修抽水马桶的，就是他去念国防线，啊，因为他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啊。我妈就是跟我讲说，你绝对不准给我去念国防线。结果乱七八糟考一下，靠军人子弟，当时军人子弟考军校可以加20分，我书本都准备好了。那时候又换新的书本，哎，看别人都去上学了，国防院寄个备取，说备取啊，国防院牙科正取，医学系备取。我妈说不要去啊，不准去啊。我说我去看看，啊，那我如果牙科的话，我就绝对回来。我走出门口，我妈在门口嚎啕大哭啊！她说她养了3只鸡，没有一只会叫的。她讲一句名言，她还好生的只有生3个孩子，她如果生了30个，国防医院可以开一班。我们通通跑到国防医院去了。国防院学生虽然不是最好的，啊，其实我有慢慢觉得，啊，
医学院学生通通是从小第一名的，不见得是最好的学生呢、啊。里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像我这种很烂的学生根本跟不上的，就是他们那个开头演的那个，我把每一句都翻成中文了，我看不懂那句是讲什么，啊，我根本跟不上，根本程度跟不上。我们全部修完要修360到380个学分，那20个学分是什么？军事学分。哪里跟得上？我们现在学生修260到280个学分啊，对不对？他们哀哀叫，有什么好哀哀叫的？那叫什么东西？我怎么跟得上？我每天晚上就是找路灯底下的那个，拿个小板凳。我们最围的最紧的就是解剖室下面，因为解剖室那个高度比较矮，其他的路灯都很高，啊，围着很多人在那。看书，啊，我们10点钟熄灯，都先到楼上去祷告，祷告以后就跑去念书，啊，到2年级以后，修了大学解剖，我们很多就跑到大学解剖，就坐在地上念书，啊，因为我们可以进大学解剖室。以后大一比较悲惨，都在西检，啊，就是大学生活就是。光艳谈气，读经祷告念书，这时候大学生活，啊。然后大二的时候，成绩加重了，啊，管网一个大学解剖12个学分，12个学分1/3就死档就滚蛋了，啊。然后还有学校，啊，你一个分，你有一科分数是低50分以下，不准补考，就滚蛋了。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啊，240个学生，有40个学生是从上一期荡下来的，啊，到最后我们再荡下去，上面再荡下来，荡来荡去啊，毕业生120个，这是非常合理的学生，啊，所以到最后念完，我2科不及格，1科叫做医师伦理，啊，所以我的医师伦理很差的哈，啊，你们要注意一点。因为他要背那个 Hippocrates 就是医师宣言，啊，要默写那个东西，我没有空默写，每个拿个小抄抄抄抄嘛，我不愿意抄嘛。那另外一个国务思想不及格，那国务思想不及格啊，连我队长一起记过，啊，所以他们看到我就叫黑五类，啊。那神经解剖啊，期中考，啊，只有2个人不及格，我考48分。他同学看到我这种学生呢，高兴得不得了，是垫底的，啊，就是上帝派你来垫底的，啊，真好。因为我一直每天念一个小时的大体解剖，所以我以后大体解剖之所以那么熟，就是从那时候念来的，啊。到大三大四以后，我就慢慢比较好。到以后念药理的时候，有大考小考，他从开始念药理他就告诉你，我到现在写 O 的我都不会写1科2科的，我都写剂量，多少剂量，因为我们那时候你剂量写错了就不及格，你把病人医死了。那到那时候到期末考的，我算我只要考30-40分就及格，所以到那时候我到药理我已经考到80-90分了，已经到80-90分了。到6年级，到5、6年级啊，就变成已经现在的intern和我们的现代的intern和我们那时候intern要怎么比啊？那时候intern是 dog，intern就是看家的狗啊。一个人要照顾60个以上的病人，一个 intern 照顾 GS 加 NS 的所有病人，啊 ，GI 有60个以上的病人，一个 intern 就统统解决了，哪有那么多 intern 给你用的，啊？什么叫5点钟下班呢？我也不晓得，啊，
为了想要开刀，为了想要学开刀，你哪里到宿舍去？晚上有急诊刀，别人还有空到宿舍去叫你啊？你想的真是天真的很难，就是啊，穿个开刀房的衣服，开刀房有个沙发椅啊，那断掉两根脚的沙发椅，睡在沙发椅上的是总医师，睡在坐的椅子上的是啊，睡在地上的是躺在就是坐在地上睡的是英腾。要开刀的都是在那边学的，要开刀的都是在刀房那个有个医师更衣室里面学的。以后我们毕业出去哈，我就很快就到小金门，我到小金门待了差不多两年了，那时候八三炮战15周年纪念哈，老公说要丢10000发实弹过来，哦，他搞了30000发那个机关枪把金门围起来，我们还真的只要他一过中线，不要报备就打，打完以后啊，他如果人没有打死，就是飘到岸上来，早上啊继续打死为止。你上来怎么办嘛？上来我们还要报备，你又不敢下去找下面，这不是那个过程都是雷区，你要怎么去把它捞上来嘛？就是打掉，就是打了是打光了啊！所以我们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批还跟老共有点短的交代，那时候还可以打，就是老共也是用很原始的东西打，我们也是用很原始的东西打，是吧？金门那时候刚好总统蒋公逝世，金门10万个部队，我们多增加了2个师进去，2个师变成15万了，老共也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那两岸看起来好像就要打，尤其我在去的那个师啊，2、3年前刚刚突击东山岛回来，老公看了就讨厌。我们突击东山岛突击赢了，你啊，赢了，真的突击上去了，就是老美在后面扯后腿，他补给不给我们补给，老美在后面。2期作战我们输了，就是到最后老美的船就在海岸线晃一下，你没有上船的就通通在海里面淹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场战役。老美叫我们不要把东山岛那桥把炸掉，不然把东山桥那个桥炸掉的话，我们也不会。被以后被撤退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悲惨的，啊，所以老美从我到部队以后，我就被那个老兵讲的，我对老美的印象非常坏。他们要补给我们的时候，不是把船开到岸上来，他就开到那个他们登陆艇比较大，在水面上过去，你拿到拿不到就算了。你可以登船，不能登船就全部海里淹死。我们整批的海军风向部队，那时候我们风向部队，我们气象都不行，都要靠美军，美军不支援你，整批的空降部队跳到海里面去，从上面跳下来差10公尺，全部在海里。我们已经把它全部占领，就剩下一个小山头了，全部死在上面。OK， 好日子来了。民国65年呢，我已经知道我要回三军总院了，我已经知道要回三军总院了。
那时候我在外面偷偷兼差，在山崖偷偷兼差哈，一天兼差一天一个晚上1500块钱，我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1500块钱，我说那个兼差就兼了10万，以后那个老板啊，他的女儿啊是中国药学院毕业的，还没有考取医师执照，他有点小儿麻痹。我兼了大概几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啊，他叫我到楼，他们住在楼上，经过好几层铁窗啊，铁门啊，叫我到楼上去，他问我你服役多少个，讲了半天就问说，他女儿我要不要？我听了吓一跳。那个月做完我就没有做了，我就赶快回来跟我太太讲，要不要结婚呢、啊？要结要快啊！那时候我还特别跟我太太讲说，我进到三军总院以后，我就会很忙，我就不结婚了，一直到我总医师做完。所以我在做总医师之前，我们结婚。那时候我还在部队很空闲的带他环岛走，就是靠我去兼差赚的10万。那时候得了那么多奖啊，在部队开了100多个刀啊，天天上报纸，天天把别人子宫拿掉。子宫要子宫抓啊，没有子宫抓，就拿普通的那个大的 K 底下抓到，抓到切不到那么深的时候，把 service 留在里面 ，subtotal hysterectomy， 等他得 cancer， 很多很奇怪的事情，那个别人身材一只脚。那怎么办呢？剖腹产，剖腹产从来没有剖腹过啊。捅下去，拿个绷带剪一只，剪，怕伤到啊，剪，哎呀，剪下面一看，哎呀，剪到阴道，整个这样子跟切西瓜一样的，婴儿好容易拿出来啊。翻到书看才发现子宫是3层，要缝3层。他第二胎怎么生的？反正我们不知道了。就是开了100多个刀，除了胸腔和脑袋瓜没有开进去过，什么都开，因为送不下去，天黑了不能送，下雨不能送，打雷，离开老公太近，你送不好就送到对面去了，所以。我回三总做行政科啊，是一个梦啊。我到做 clerk 的时候，朱良珍比我高一级，他问我说他要做行政科，我说不要做了，那个是教鬼了，跟鬼打交道了。到我去做 intern 的时候，我们同学都溜光了，因为一年 intern 做下来啊，累得不得了，要行政科大家都要去。大家都要去啊，那是放假月，整个都放光了，我不溜班也不干，我天天守着。守在那边呢、啊，每天我在早上起来，我就在读经祷告，插一个板子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啊，天天在那唱，有情人，有情人都需要有情。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诊断，反正走进那个铁门的啊，通通是精神分裂，第二天就开始电疗，整个里面都电得傻傻的。电疗一做半年，有一天我又在读经，又在祷告，他又在那唱有情有情，我就向神有个祷告，我说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你的慈爱就被那铁门关在那边？我说如果你呼召我，我愿意进去。才过了2-3天，哎呀，那个三总的精神科主任啊，
很久不会来，那天来了，也没有，我同学都溜掉了，我就赶快陪着他。他回头看看我，他说你要不要做精神科啊？哎呦，我吓一跳。他很快转转就走了嘛，我就赶快回去祷告，说上帝啊，我那天祷告是乱讲的啊。那时候精神科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科嘛？这科是放在厕所旁边的科，别人假装要上厕所，偷偷溜进去看一下精神科。精神科的收入是外科的一半，是内科的一半，是外科的三分之一。我的同学升中校了，我还是上尉，军中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的考级被我主任打上去是甲等，到腰部就变成乙等了，莫名其妙。从此我就不敢违反上帝的旨意。我人高高的，动作又很快，骨科非常希望我去，我就不敢说我要去骨科，我就去了精神科。上帝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我这一生不知道开了多少刀，肋骨开一刀，胸腔开一刀，肋骨拿掉一根被我太太偷走了，到现在还没还我。那个肝脏开，斜的开多了，这边开一刀，所以我非要喝水不可，因为那个药长到口腔去的，结果长到汗腺去了，喉咙水肿。我跟杨云光实在是，我是右边，他是左边，我们两个吃饭，我这边插，他那边插。上帝比我更认识我，我若做外科的话，早就完蛋了，我的身体完蛋了。前两天我还看到实验室，礼拜一开五个刀，开到十点钟，我不要站到十点钟了，我两个钟头站下来我就完蛋了。我不是外科帮人家开刀，是我被别人开刀的。我刀疤全加起来超过一公尺，上帝比我更认识我。我去申请精神科，别人都不敢申请了。第一个，精神科冷门的要命，很大，跟太平间一样的做嘛。等到我去做精神科的时候，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1981年从82年从美国回来，精神科突然间被热门了。什么？那银桥国小泼毒事件，泼一下变热门了。银桥国小在哪里？就在三总旁边。一个疯子跑去，到现在想起来，那个根本就不是精神分裂，是个摆泼啦。去泼了20几个小朋友，全部变成烧伤。那时候去查查台湾到底有多少精神科医生在伤癌。那个总统牌的不算，就是当时抬担架的抬到台湾来说。我有总统任命的，也通通算进是精神科医生，那个不算正规的，咋上来？那时候我刚刚做总医师，上帝比我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我去做 R1 的时候，上面有一个，还有一个，他就到内科去进修了，以后他就到外面去 charge 了。那时候我们的风气就是，都到外面去兼差，我是在里面兼差，兼到晚上4点钟，睡在病房。R1 的时候就被长个肿瘤，当时被。卢光胜，华人第一个把胸腔打开的，拿去请他诊断，从早上去一直等到中午，
他查完房回来嘛，他一看，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scan 啊 ，tomography， 他一看，斩钉截铁的说，哎 ，ocular carcinoma 嘛，小细胞肺癌嘛，他说出来还有错的呀、啊？他谁啊？我说我。我天天好好的，当天就发高烧。我天天好好的，就是那天说小细胞肺癌，就是这么讲一下，当天就开始发高烧。啊，那是七月底的时候事情，你们去翻，民国七十，民国六十九年，民国不是六十五年，六十六年。民国六十六年七月底，塞洛马台风，刮的台湾淹水淹得一塌糊涂。本来我要六月底开刀，结果不能开刀，延到八月一号。啊，淹得一塌糊涂，我太太不能陪我，都不能陪我。我儿子还得一个，才刚刚生出来，才几个月，得了一个很怪的病，他没有冷气就发烧。那个我们一个月才赚两千多块钱，还要去买个6000 BTU 的冷气给他用，那个冷气只能冷一个很小的房间，那只有我太太和他两个人用了。我把他送回我爸爸家，那天晚上我写个遗书，就开出来是良性的。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在二手写了八篇文章，那时候写的都人云亦云，什么 case report、SIDH 啊、visual stimulus、cyclin P 啊、beta endorphin 啊。等到我总是做完的那一天，我就升了讲师了。那时候刚好三种跟国王合并，他要找两个样板出去，我一升讲师啊，他们就慌了。为什么上位生呢？上位怎么搞的、啊？低阶高用还是低阶高用啊？赶快给我升少校！讲师要少校嘛，我怎么还上位啊？这是他们人事单位要受处罚啊！就这个。因为我就到美国去进修，进修了一年，本来还想延长一下，我那一年写了365封信给我太太，礼拜六礼拜天邮局不收信，我照常丢到信封去，希望给她一点 support， 不行她天天在家哭。我第二年想要留下来，没有办法留，我知道回来了。我这辈子就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我很想第二年到 UT 去念个 Master， 把我空成 Master， 因为我的老板就在那边做教授，他就告诉我你去那边念个 Master， 回来我就给你算 R2。 命运告诉我不是这样子，我就回来了。回来那时候正是台湾一个大转变，就是那个脱毒事件，突然间，再加上我的主人要退休，突然间精神科突然间好转，从我 attending one two 啊，突然间薪水增加十倍，就几千块到几万块，就是那时候，我从到1985年吧。1985年我升的副教授，我就是证实了 DSD 和在脑脊髓液里面和 cortisol 和多巴胺呈负相关。那时候用 HPLC， 我根本没有 HPLC， 是用新陈代谢科他们报备的 HPLC。 我天天 HPLC 是非常讨厌的仪器，我天天下午晚上天天要去做的 HPLC， 我就跟他讲，哎，天下第一哦，拜托哦，你不要给我出毛病哦，
今天不是这个塞了那个塞了，八宝不对头，坐船的不对头，那个Southern Peak 不对，那个 MSPG 刚好就在 Southern Peak 下面。哎，靠，当神仙一样的。那时候台大放出风声来，第一个那时候我非常凶啊，开会就骂人，人也累得要命，开会到处骂人。台大放出风声来，这姓陆的绝对不会让他过，因为所有精神科助副教授以上全部在台大，刘总也没有。只要这个家伙一过，他们所有送审的都要到这个家伙那里去，升等也要去，演计划也要去，绝对不会让他过。那时候国内很少有文章丢到国外去啊，我用一篇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order 和一篇 Neuropsychology of Chronology 两篇文章压到呢，他怎么办嘛？只好让我过了。所以1985年我升副教授，那天我接到教育部的电话，哇，我叫了一声。那时候我们电话还是在走廊上拿个小板凳，拿个椅子放在那边。电话不是每间都有的，主任办公室有一间。我接到电话，我呀叫一声，我早就忘了。荣耀归上帝，我就呀叫一声，我赚到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升副教授了。我太太冷冷的跟我讲说，薪水加多少？我冷冷跟他讲，2000块，哎，600块。最高兴的是谁？你想吧，我的助理，天天被我压榨到2点钟回家。那时候她还怀孕，她天天给我调八个。我们用各样的酸都用过，到最后用盐酸都用过，怎么样去把它那个 Southern Peak 给它消掉？人的血要去搞那个，以后不得已做到 CSF， 真是我做到 CSF 真是好喘口气啊！那 CSF 好干净啊，真是干净的不得了，天底下哪有那么干净的 CSF？ 还好那时候我没有人体实验委员会，爱做什么做什么。在急诊室都在做 CSF， 病人在地上爬，我们都给他做 CSF。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成立人体实验委员会，胡有普他们搞起来的。以后就慢慢升了副教授以后，一个我们过去精神科的长辈由他到优片去念了生理隐在心事，我们很尊敬一个长辈，他就给我一个实验室，是他们肾脏科洗肾用的，他以后他不要了，赏赐我一个实验室，很小啊，我真的快乐的不得了。然后我们缺也多了，有更多东西了，然后也受到医院的重视了。我升了副教授，那时候我还是少校啊，那人事部门又着急，他应该中校，怎么少校人停年都不够怎么办呢？赶快升中校啊，不然他们全部记过啊。然后才晓得怎么样做系统的研究。然后又有什么博硕班的学生也来了，各方面都来了，也可以到国际合作、院际合作出来了，也慢慢开始可以有国合会的研究奖金、研究计划、研究费用，这种都会比较轻松了。但是那10年我爬得非常的快，一直到我去做教授。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我这辈子怎么那么没有机会去好好学个完整的学历？我没有念过硕士，没有念过博士，在我下面几乎送了十几个 PhD、MD、PhD。只要我们怎么辛苦都可以，你只要有这意愿，你要愿意出去四年五年，你就 go ahead， 赶快走。那三种精神科一下子好像变成好活泼，变成好像哦，一大堆人注意。我们可以人少到像那棺材店啊，只要两三个人的那狗啊。因为我们128床到那个新的三种大楼，128床啊，我们常常只有4-5个主治医师在那边。其他人到神经科受训，让人出国出国，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不知道耶、John Hopkins 什么 Kolinska 都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去了。因为我在民国78年的时候，大概39岁吧，我就用了这篇登在《百奥的闪开水》，就发现。我用任何的药，我只抑制一个 dopamine receptor， 结果脑里面的所有 neurotransmitter 全部 imbalance。一直到去年，受到 NIH 非常注意那个，来解释那个 Parkinson 不是 dopamine only。他们班长，哎呦，你怎么在1989年你就搞这个？我说我那时候太小了，你们都不看那个东西嘛。你只要随便去调整一个 neurotransmitter， 他把其他的都弄掉了，都那个上帝 balance 的东西你把它搞坏了，其他都弄掉了。这10年。一直到这时候，我就被这时候我又升教授了，我中校啊，哎呦，学校又紧张了，赶快升我上校，上校才升了没有半年呐，赶快给我少将候选。哼，我说怪了，上校到少将要4年呢，哦，过几天军医局找我去，强迫我到北投做院长。第一次还跟我讲说啊，你将来怎么到什么北投做院长，到802去，等下再回三总做什么长。我跟军医局长说，我不是这种料子啊，我不是这种料子啊，我是在做 HPLC 的，我不是这种料子。第二次又叫我去了约我3点还是几点，叫我等，一直等到4点半，他从他办公室走出来，走过这边。哦，陆斌你来了，哦，我跟他讲说是，啊，讲好了，你就去了啊，然后走了。我回来就打个报告辞职了。离开我服务20年，差2年，所以我18年拿不到终身俸，所以我就拿了18%的老贼，我拿的心安理得。所以现在变成均贫制度真好，因为现在年资无用了，大家都打成50000了，年资多少钱都变成50000了，5-6万都一样。我18%白拿了20年。我那时候回来就递了个辞呈，我不干了，我上校不干了，你管不了我了，改成文职了。又就是 TKD 这个非常有名的，又做了NIA 的头哈，他现在还在，已经很老了，就带了一个酒瘾的团队和换脑袋瓜的团队，那个 Parkinson 换那个换脑袋瓜的团队哈，以后这么两个团队，三种做很有名的酒瘾饮食菌的团队和那个。到
他叫什么名字我老是忘掉。啊，到慈济去做院长。林欣荣的团队现在做脑袋瓜的开脑开的非常好的团队。1992到93，我到一二去做 vision scientist， 去做的原因就是我们在1991年 TKD 有篇文章是在我们那边写的，被晒的不知道600-700，现在不知道晒了多少次了。到那我基因是完全是鸭蛋呐、啊。我赶快去上课，第一次看那个基因是个圆圈，我还以为是把基因那么横的切一刀的，结果是 E. coli 基因。我的脑袋瓜的基因是鸟粪 Q 零，重新念起。以后去做 ARCO bipolar， 对 ARCO 的我们写了最少50篇以上的文章。bipolar 大概也不少过50篇。这一段时间呢，看起来我是非常顺利啊。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属灵生命非常差，每个礼拜照常到礼拜堂去，啊。我跟我太太照常坐在同样的位置，有时候去晚了，他们都会把那位置让出来给我坐，是吧？我照常在那睡觉，照常在那流口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在耶鲁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在康州华人教会，又叫我上台去讲道。我那次又好好祷告，悔改认罪祷告，我预备了一些奖章，结果我在台上突然间讲了一句话，我讲了一句是我没有预备的话，我预备的稿里面没有的话，说错的事情不会因为祷告变成对的，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是我没有预备的，我讲有预备没有讲。我回到我的那时候我已经收入高度，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啊，每天只能吃1块钱啊，非常辛苦，睡袋就在地上睡了3个月啊。第二次去我已经收入多多了，那我好好认罪祷告，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做客座研究员，在前面那段你看我走的好像很顺利，其实我的生活有很多是不太少，是很不讨神喜悦的。下一张，2003年，就是宋院长跟三总院长的国安院长一些对话，我做梦都不会梦到我会到成大来的。我为什么说我的梦游成大呢？我全身充满了国防的基因，你晓得吧？啊，我每次看他们在那找几个什么高中生来。然后有一个学生装班长，我每次要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那班长装的一点都不像，那口音也叫的不好。我离开到三总到成大来，上帝给我的使命叫我来的，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上帝使命叫我来的，啊，开始另一段的学术生涯。我原来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我本来想在军方人比较听话，军方人是非常听话，我从门口走进去那个
站卫兵啊，通通非常熟啊。啊，来这边很得到同仁们的支持，啊，完全是另外一个 style 的地方啊。那他一下变成很轻松。三种啊，我一个月要看1200到1400个病人。这边呢，一个月啊，大概300、300-400个病人。然后我同时在病房要照顾20-30个病人。这边啊，病房你最好别去。嗯，你去了别人就看你很讨厌。所以我突然间空闲了，我突然间非常空闲。我可以把过去资料全部整理一下，包括阿口的资料全部 database 全部整理一下，啊，然后这边的经费比在国防多很多很多，啊，所以有阵子我的助理最多的时候可以多到10个，也有研究生也很多，助理也很多，研究生多。他们虽然不会写出 paper 出来，但是我要帮他们写 paper。 他们写那个中文英文都不对，他上面一行英文下面一行中文，我对起来都不对，但是我要把它对成对的。薪水虽然很少，但多出很多时间。我离开三种的时候大概100多一点点，15年以后我到现在370几篇，这是成大赏赐给我的。有一阵子我们每年40几篇这样的文章出来，那时候我还记得，还有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team 啊，这个 postdoc 非常强啊。我每次礼拜四在开 team meeting， 这样，哎，这个礼拜你啊，下个礼拜你啊，你要干什么啊？礼拜六把文章放我桌上，然后礼拜一投稿出去，可以投周刊啊，双周刊。我们那个跟鬼屋一样的啊，到三军总院啊，盖成这个样子，4层楼，每一层楼是600平。4层楼600平，啊，这是做牌，很漂亮，盖得很漂亮，啊，然后病床有128床 ，daycare 有100床，啊，上面那个就是那个角角那个那，就是广广这么一个角角，就是广广这么一个角角，就可以烤肉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哪一个精神科病房里面的设施是这样的好好的。基于我们过去所有失败的经验，我们把它弄出来了。这个牌子不是我挂的哈，这牌子不是我挂的，是我挂就很丢脸，我不会拿出来了。这到104年，我已经走了。多少年了？我92年走的。有的，我实在是觉得赖皮，赖的参谋总长。当时不像现在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随便骂两句就滚蛋了。当时参谋总长大的不得了啊，赖的参谋总长说：“我们原来有的精神科后来不盖了。”结果参谋总长去找那个这个营建的头头和我们医学院的院长和那军医局局长说，为什么精神科不见了？我们剩下5亿，建这个国防医院剩下5亿。你们如果去过国防医院，你就晓得国防医院大得不得了，那中央走廊有1公里啊，那中央走廊有1公里。你天天要跑步就跑到中央走廊就好了。
去找他，他有一天突然间就跟校长讲说，明天我们要去看国防院盖成怎么样了，然后他们说要去看哪里，他说要去看精神科，精神科是荒芜一片，杂草荒芜，有点公寮，他们说要盖在那边，那边啊，那块是个磐石，不能往下挖的，所以不会地震，地震什么都没有，磐石1000多坪，非常好一块基地。因为这边就有我们要去，就去偷那个，就去偷那个国卫院的他们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这边老鼠啊养一养啊，就不是感染啊，就死掉了，就是养到国卫院去啊，因为我在那边，在国卫院我还有 part time 在那兼呢，我就可以到那边，不然他们那边你要养老鼠啊很贵啊。就可以从细胞啦，动物，因为我们送一些 postdoc 到美国去回来了，可以从细胞、动物到人，一系列的。精神科也非常合作。我们晓得精神分裂病人是杨元光做的，那有带症候群是主任做的，然后把破案是我做的。碰到这个病人，就问谁做忧郁症啊？赶快举手。我们不会说，这个他不分开。每年可以发表40篇左右的文章了。很快10年间，我们大概变成，就是成大变成在精神科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一个学术机构。那时候我们跟洪道雄啊，耶鲁大学都有一些合作了。我们就哦，爬得很快，爬到就是，爬到大概临床学科最高去了。到最近呢，就是我们开始发展，因为1989年，你随便动一个 neurotransmitter， 它会把所有都动了，所以以后我们就去发展神经保护，去减少毒素，把神经毒素减少，那我们去发展新药哈。到现在我们实际上有8个左右的专利，有2个已经在跟厂商谈，啊。那我自己认为我去 support 了三任的将来可以接班的人。但有一个是莫名其妙的走了，是他爸爸强迫他要回去帮他照顾他爸爸的妈妈，他爸爸妈妈，他爸爸自己不去照顾，叫他女儿去照顾。现在要找拼命三郎好像很难找了，啊，就是你要拼命像伯希那样子说，要有很伟大的太太，然后要照顾4个孩子，然后可以什么都丢下，什么这样，那现在都很难找了。可以，好就壮士可以断腕，不可以断头了。啊，就你要断腕，拿去头不断就好了。啊，然后我慢慢。越来越，他不让我申请经费嘛，他说我要退休了嘛，我长期的经费不让我申请嘛，产官学也不准，这也不准，那个不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计划的收集 database， 你要有很大量的文章发表，你没有好的 database， 你不可能去有大量的那个文章发表，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文章发表。你要一直管它这是什么 base， 很好的 database 收集起来，你随时可以从里面抓住 data 出来。
晚节不保哈。前年为了一堂课，同性恋的课哈，那本来是跟英腾Clark 讲好的，我不知道那个礼拜五下面是个长假，我完全对我假期对我完全一点概念没有。那到时候来的进行医师只有两个，那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叫总医师来啊，为什么总医师不管了、啊？其他都翘课了。那总医师又休假去了，另外一个总医师完全不知道啊。那这种事情在我们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我就有点冒火，结果就精神科为这件事情就把过去我所有骂过的人啊，统统翻出来了，非常抱歉了、啊。我过去在精神科骂过很多人呢、啊。那就开了个组织会议，组织是会议啊，这会议啊是不让我参加的啊。结论是，陆教授是强制上课，下午三点到五点怎么是强制上课，我也搞不太清楚啊。强制上课，那以后啊，这个陆教授查访啊，最好少去啊。也不准我随便修改处方，即便是我自己的病也不准改啊。这个我很苦恼哎，病人跑来找我说，哎，我是因为你我才去住院的，结果叫你去看看我儿子我女儿，给他改东西，你为什么不去看啊？这让我非常苦恼，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有些病人呢在柜子里上吊，我才刚刚给他安抚好，就我头一转头就又把他放掉了啊。强制治疗一直跟我翻法令的问题，我还是卫生署的强制治疗的委员啊。禁止我在科里传教啊，大概我但这不知道是鼓励还是惩罚啊。然后从我不做主任以后啊，大概就是 morning meeting 本来一个主治医师去参加一天，他不排我去参加，那大概就是大概我参加 morning meeting 会骂人嘛。OK。这个事情呢、啊、实际上对我受伤很大啊。我收到一封信，我为这事情心里非常非常的受伤啊。那为什么我很想好好照顾病人要受到惩罚啊？那我也好好的去自我反省，我走进精神科是上帝带领我进来的，但是在这么多年以来，我每次谈到精神科的时候啊，好像是我自己闯出来的。讲到精神科任何一点，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这是我要好好反省的，我真是要好好自己要去。其实这些所有都是上帝赏赐给我的。我要柔和谦卑，这是上帝赏赐给我的。当然为着这个事件呢，就是被告到信明会去哈。信明会呢说我有性别歧视，这个学生有录音录影，你们以后上课要小心了，录音录影是犯法的哈，因为录音录影呢是犯了那个违反这个著作权和违反那个违反秘密啊，都是两年三年的那个刑法啊。因为我们到后来觉得那个学生这样子告他实在是不好，就把他就几乎我们放掉了，就放掉了。
他是希望说学校积极介入，要我们几个老师要进一步的进修，认识什么叫教育哈，不再以二元论出发，选择更多元啊，不要以基督教的家庭观为中心。我在这里面讲了什么基督教家庭观，你晓得吗？我是举了一个同性恋的双性恋的例子，一个双性恋者，男的娶了一个太太，然后他又有个外遇啊，那有外遇，我就说他经常会有外遇，然后他太太就想说他经常会有外遇嘛，就把他带回家了，就让他带回家。带回家以后，夫妻常会有争吵嘛，争吵以后，这个先生就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外面去，结果那个外遇的对象是个同性恋嘛，同性恋是绝对不像双性恋，同性恋绝对不会和异性有性的关系的，就为了争取儿女的那个所有权呢、啊，这个先生就告他太太和他的那个。他那 partner 通奸，我就在课堂上讲说，这个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办法，你若维持的婚姻呢，就是忍耐。我就用了圣经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最后是“爱是仍旧恒久忍耐”。我说，如果你们有找到爱的定义比那更好的话，我就把那个通通抹掉。他说那个我是基督教的家庭观为核心，好，这个我也同意了哈。他们说我是基督教的家庭观，那爱都不要忍耐的啊，夫妻吵架早就在这坐的大部分的家庭呢通通飞到啊。新民卫啊，哎呦，不知道判我是性骚扰，我也不知道骚扰谁了，性骚扰的对象是谁我也不晓得啊。那到现在反复折腾了一年，生物小组虽然说有重大瑕疵，每次说他们有瑕疵就驳回原性评会再重审，那永远说我是仍然是性骚扰，处罚没有处罚，叫我去上几堂课，或者说叫我多注意性评的问题，但是后面的罚则奇重无比，后面的罚则是，哦，你要升等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人有性骚扰啊，你要延长服役的什么，他说这个人有性骚扰啊。 OK， 所以叫做晚节不保嘛啊。那这个是我自己要去好好反省的，要除去所有的愤怒与仇恨，所以我在处理之前我花了两个半月，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我就去好好把这个仇恨愤怒拿掉啊，拿掉自己傲慢，学习谦卑顺服啊，要跟随上帝一起做美好的见证啊。几个值得提的事情呢，那斗六医院，我来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斗六医院，斗六医院我就帮他接下来。当时我们用了250万去接了40亿以上的装备啊，军方的装备非常难接。你会晓得军方啊，他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机和电话线属于不同的单位，床啊，那个床和床垫属于不同的单位，那个床铺又属于不同的单位啊，他非常难接。所有的交接军方医院改成交给民间呢、啊，都会造成诉讼。但是我们没有造成诉讼，唯一一个没有造成诉讼，盖了几十个章啊，上百个章啊。那个有两个遗憾的事情啊，当时斗六非常缺人，缺人缺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军方答应说，你只要不吵不闹的离开。就多给7个基数，所谓7个基数就7个月的薪水，啊，那当时的院长告诉我说，去劝他们留下来，我们医院补给他5个基数，啊，那我就很高兴的用
用我过去在国防的基础去跟他们讲，你们留下来，我给你，我们医院给你三个技术。我讲了一天，只有一个护士长不愿意留下来。我非常高兴的回来了，结果到现在没给。那我们当时那个医院呢、啊，都快要垮掉了。一个最值钱的人叫唐建生。唐建生，你走到斗六去啊，从火车站呢、啊，你说你要到斗六医院，别人就说你要去挂唐建生是吧？啊，他的号要从夜里两点钟开始挂起，啊，那骨科的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月，起码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我说你好好的就是，直接就是从军方退掉，接到成大来做骨科的副教授，他有副教授证书。都同意了，并且在院会也公布了，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给他，他年资整个断掉，一直到新的政府宣布说那个均贫政策哈，就是年资断了就反正都是五万多嘛，他可以就是把前面的多领几年的18%，我才觉得。还他一点公道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啊。那其他的零零落落就没有了。我要非常感谢啊，成大梦游也好，漫游也好，15年不算长不算短啊。我到现在为止，我终于晓得上帝为什么叫我到成大来，晓得吧？1995年，我在耶鲁的时候，我就到北京去讲学。啊，2000年我就有感动要到北京去照顾那些很穷困的人。我如果一直待在三总的话，我不可能到北京去。啊，我到成大来，发现成大跟北大有建教合作，又杨主任也非常非常的努力，我们也非常非常努力，找过联战，找过那个叫做他们那边叫大陆什么，就是又跟北京六院的又签了合作，以后从5年前开始签完合作，最近2年半，我一直每个月有3天，有一个周末我会到大陆去开一个义诊。啊，那一直到我退休以后，我坦白告诉你，我就到北京去。啊，我是他付我很低的薪水，等于是第一年住院医师的薪水。啊，我要很努力的工作。啊，那是神的，那是上帝的使命。